睡不着的夜晚，我都在想，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才能满意的过完这一生。这一路走来，一步一个教训，一生伤，半条命，没有人能成为我的避风港。难熬的日子也都是一个人，唯有自己才是自己的庇护所。千言万语都道不尽我的心酸与无奈。